方笑云又换女朋友了，有点奇怪啊，他没有拉黑你。我身边的人，他不都应该当成仇人看待吗？那是你们俩误会太深了，都是一起长大的朋友，何必闹得这么僵呢？其实我真的不想，可能只有他想吧。说到底，方笑雨都是因为他妹妹。如果方倩能回来，我看一下他发了什么呀。他们俩看上去还挺般配的吧？一起染布，一起设计。这不是他女朋友啊。可是看上去挺亲密的呀。有看上去跟他不亲密的吗？他那么喜欢暧昧。可是能让方笑鱼这么大张旗鼓的发朋友圈，还是第一回吧。要不你早点回去休息，我也累了。那你也早点休息。晚安。喂，唐总，怎么了？喂，唐总，说话呀。唐总，我听不到你说话。是打错了吗？喂，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我手机没有电了，我刚回家充上电。手机没电了？手机没电了，你不会租一个充电宝？或者向别人借一根线啊？你怎么这么点小事儿都做不好？而且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要忘了，你可是李师傅负责来跟我们明远对接的负责人，懂吗？就是必须要保持24小时电话通畅。唐总，我说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呀？我手机出了问题，它自动关机了。我回来的时候刚去修理站换了一个电池。是。你说的对，我是明远和秀坊的联系人，可是我总要有自己的生活吧。唐总，就算你是明远的老板，你也不可能24小时都在工作，对吧？我问你啊，万一发生了突发状况怎么办？你必须要保证你的手机是24小时有电吧。你今天都做什么了呀？我今天做什么事情跟明远和秀芳都没有关系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跟方小鱼一起去拉人，你为什么要刻意隐瞒？什么叫我刻意隐瞒啊？是我过去的时候，方小鱼已经在那了，不是我让方小鱼过去的。吃饭了吗？吃过了，吃得好好的，谢谢唐总关心。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说你吃了什么，跟谁一起吃的？非要让我一句一句问吗？好，我今天早上8点钟起床，然后跟我弟弟吃了一个早饭，然后就去了蜡染工坊，一直忙到现在才回来。现在在躺在沙发上，在跟唐总您打电话，结果生了一肚子气。我这样的汇报您满意了吗，唐总？人呢？就不能好好问候吗？哎呦，这种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
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穿一身绿约会啊？我去接妈。不是，我下午不是给你发微信说她今晚回来吗？哎，正好你回来了，跟一块去呗。看来我真要换一个手机了。怎么还不来呀？马上就出来了。哎，妈妈，哇，终于小伙子，你快二十多岁，快下，都二十了。二十怎么了？你就是五十岁，你也是我生的。还有你啊，小没良心的，我给你打十次电话，你能给我接三个就不错了。我不是忙吗？你去谈恋爱了吗？哎妈，你怎么知道？他最近正在跟那个工作谈恋爱，对吧？他最近工作起来简直费心了。一对小没良心的，他给我，我买的。老师再见。老师再见。哦，陆叔，等一下。啊，行。怎么了，老师？跟你说个事儿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就调到 B 组了。真的吗，老师？当然是真的啦，我还能骗你吗？老师，早点休息啊！拜拜拜拜。我走，清楚下。去你家吧，你给我做点好吃的。我家怎么了？今天不是很方便。为啥呀？该不会是你家藏了什么？你想什么呢？是我妈回来了。哦，那要不去我家？我表哥他们好像很晚才回来。可以啊，你家厨房应该比较好吧？哎，走走走。靠谱的老妈和不管事的老姐，你也会。我连个不靠谱的老妈都没有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我有一个非常靠谱的姑妈，还有一个很爱管事的表哥，所以我什么都不会。你会吃。我可是个美食家呢，那你多吃点，这么大一盆给我吃完，怕我就生气。啊，好重。